我们听评审来讲评。首先请到的是秀兰玛雅老师，请。现实挑选的这首歌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，这首因为音域很广，我认为它是一首难度很高的歌。刚刚听了你的演唱，在有一些尾音的地方，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小小的瑕疵，是不影响整首歌，但是就是会觉得说，哎，你应该会唱得更好听。好，因为以你的实力来讲，你在收这些尾音都可以收得很漂亮又很美。洪敬阳老师，请。好，这首歌啊，非常的有感情，好，非常的有感觉。我觉得你真的唱的，把它诠释的那种，应该是他很内心的那种感动，好，已经就是在表演了。这个已经不太像比赛了哈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又选一首那么难的歌。你在那个副歌的那个，这个好像已经介于真音跟假音故意去交替的那种感觉，已经把它做得非常的顺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盼缘尽人留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对你的这个分数啊，我认为我给你真的还蛮高的，好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是现实这首歌，为你我受冷风吹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这一首久违的情歌，分数来到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跑，92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2.4分。真是好接近92分的，但是他是一位新人啊，所以我们哎有这个条款在，所以他这张黄牌今天就不记他，以资鼓励，是其心可悯啊啊！谢谢，因为唱那么高分的嘛，谢，对不对？谢谢老师，但是由于他第一次来，这个机会也只能用在这一次，下次记牌还是要这样记黄牌，没错。再次强调，只要是回锅的选手都没有这个权利了，对，只是新人。我们给他在这边鼓励，所以看到你们现在有这种机会的话，请大家赶快踊跃来报名参加。是，那下个礼拜要更努力。当然。我说实在的，我每次都很努力啊。是，怎么可以不努力？我相信你很快的调试过来。对，因为真的第一次站在这边太恐怖了啊。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